Hello，大家好。今天呢，江江想给大家录一个穿搭的视频。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单品是，我觉得这个单品是既实用，然后又可以给我的造型整体非常加分的了，就是手表。那大家都知道，其实我是一个非常喜欢手表的一个女生。为什么呢？你看我今天穿了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白衬衫，然后有时候我去机场的时候特别着急。然后也耳环啊、项链啊什么的都有可能不会戴，但是我一定会戴手表。我觉得女生戴了手表之后，会让她的整个的气质感倍增，然后又会看上去特别的优雅，然后又非常的精致。反正我自己是特别特别喜欢手表。那我今天戴的这一款手表呢，我给大家看一下。这款呢是 Lola Rose 的小金表，这一只呢也是我被很多的博主和朋友安利的。你们看它的表盘，这个表盘呢这是深海姆贝的蓝宝石的表镜，这里还有颗特别漂亮的黑玛瑙这个表冠这边，然后它这个表带也是特别的好看，很精致，然后它也可以根据你的手腕的这个粗细去调节它的长度。然后我觉得这款手表特别配我今天的这个穿搭，然后很精致、很小巧，而且它的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。Lola Rose 呢是一个只做女表的英国的小众品牌，它的每一款设计里面其实都加入了这个宝石的元素，所以说我会觉得它更加像首饰，非常适合女生佩戴。所以无论从穿搭的角度也好，还是说从设计理念考虑也好，我觉得宝石是可以让女生看起来更加的耀眼，更加的自信。反正我是对那种闪闪亮的东西是完完全全没有抵抗力的。那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了，江江要出门了，拜拜。小红书。